前南韩战队 CJ Entus 的中路选手 Candy Kingson 就加盟 LMS 赛区战队 G-Rex Gaming， 取自 G-Rex Gaming 脸书专页。记者陈耀宗台北报道，英雄联盟 LMS 赛区战队 G-Rex Gaming 今30日在公布新韩援名单，未来自南韩战队 CJ Entus 的中路选手 Candy Kingson Ju， 他与另一位韩援 Stitch 曾在2015年于 MSE 战队并肩作战，暌违两年后，两位韩援将再度携手重返 LMS 赛区。Candy 曾于2015年夏季赛加入 MSE 战队担任中路，随后返回南韩赛区。回韩国后，英雄联盟积分更是以1238分位居韩服精英天梯第二名，随后加入 CJ Entus， 带领队伍于南韩次级联赛 CK 2017年春夏两季分别获得14-0及13-1的惊人战绩。Candy 在 G-Rex Gaming 官方脸书专页自我介绍时表示，大家好，我是 Candy， 曾经担任 CJ Entus 中路选手，2015年夏季也曾经加入过 MSE 战队，上一年在韩国二级联赛 CK 也取得很不错的成绩，这次回到 LMS 地区 S8 的目标是春夏季的冠军及世界赛门票。